我走什么窗户？这是酒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你打不过他。哎哎，先听我说，咱们又没干什么，没事，别担心，没事儿，听我的，放心放心，我开门去啊。没事。嘿，鸿飞，好久不见。 飞，你听我解释。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直没接，所以我就喝了好多酒。后来我喝多了，熊三儿就把我带到这儿来。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跟小雅说的确实是真的，就是这样。 你怎么意思啊？你要干嘛？啊！你怀疑我俩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小雅说的是实际情况，就是这样。你爱信不信？你可以怀疑我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小雅。是，我熊三儿是做过不少缺德事儿，可是有一样，我绝对不会乘人之危侮辱我喜欢的女人。 心里不清楚吗？上高中的时候，咱们俩一样，都是喜欢小雅。我知道，小雅喜欢的是你，好，我退出，我主动退出，为的就是想让小雅幸福。可是你觉得，小雅跟了你以后，她幸福吗？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熊三，你别说了。我凭什么不说？ 我今天就是他妈要把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沈鸿飞，你听好了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要正式的追求王小雅。你给不了她的，我全都能给。你没有时间陪她，我有的是时间陪她。你呢，就好好当你的警察，好好当你的特警。你们俩真是不合适。 也是你们一起的吧？也是特警吧？挺漂亮的，我觉着你们俩正合适。你瞎说什么呢？郑胜，郑胜，哎，今天这事儿他打我，我认了。如果你动我一个手指头，老子他告死你！熊三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别给我抓住你的机会。 Thank you.
真心话的，你凭什么说？滚！滚！滚！对不起啊，熊三，我错怪你了。没事，小雅，我吧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好人，但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的。嗯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